那我先好了，你弄不弄就赶快脱掉。我觉得第一个其实蛮丢脸，他看就这样晃了五分钟，要第一个。对啊，要好了没啊？五分钟了吗？你等一下，最好就很快。来，一二三，额头拉拉队，怎样？用额头拔拔，叫拔耳，额头装几个头？最好四个头。第二个选 A， 哇，厉害了！我先好了，好，对，你弄不弄就赶快脱掉。开始。甩他，甩头，帅！哎呦，有机会了！哎呦，我觉得第一个其实蛮丢脸，他会看就这样晃了五分钟。哎，他那个没有重量感啦，要第一个。对啊，不是啦，他不注意他生日，然后哎呀，哎，第二位，哎，生日，然后哎呀，哎，第二位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哎呦，好可怜，三分钟就过去了。我们这种当鹅在吃东西。哎，他们这个吼，有时候要这样，这样吧，不要好了没啊？五分钟了吗？五分钟啊！哦，五分钟啊！哦。到底要不要玩？你等一下，最好就很快。我们要喊暂停吗？不是，我们如果前面哎，学长先，学长先，好了，学长先计时的。我抓到了，我知道，抓到了，是吗？你抓到了吗？抓到，哦，抓到，哦，快，来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对，脚一脚在外面没关系，对。米工就搞哎，等一下，你看吗？慢，对，好，快点，快，来来，还有希望，还有希望。到底为什么要来接这个通告？好，有了，哎呀，疯了，这个额头，哎，又丑，耗不进，钱又少，哎呦，时间又多，哎，不要特地讲真心话啊，心里的话，哎呀，棒，可以哦，这招可以，这招可以。对，你个子够高可以。蹦，对，可以。你不要这样装了，一直晃嘛。哎，那个在电视机前面，看到都眼也歪了。我关闭的。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快，不能休息，忘。来。前前后后他大概用了十几分钟，可以了，好，OK， 好，慢，好，慢，来，差一点，来，加一点，好，可以，好，手里，手里快，手里，你直接拉线了，拉线，没，好 ，OK， 好，等一下，放下，不要乱玩，赶快出来。哎，进来，他可以，他自己不疯。好，这个风你可以走到那边去，你看有没有吗？对，你抓着这个风。好，下，慢，横的拉，好，来。他们一定要用这个来气我们，对不对？五分零六。哎，我们自己都知道超过五分钟，你这样根本就唬我们五分啊。